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。台电年度节电活动“节电有你，台电有礼”迈入第六届，10月30日在台电大楼举行颁奖典礼。今年活动共发出超过2000个奖项及近2600万元的奖金，参加人数连同登录节电奖励活动抽奖的民众高达300多万人次，创历年新高。节电有你，台电有礼，今年进入第六个年头，共计发出超过2000个奖项以及将近2600万元的奖金，参加人数也创历年新高，有超过320万户登录报名响应节电。台电10月30日在总管理处一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。我们正式的来宣布2018全民节电运动，我们感谢338万人互致的参与，掌声鼓励。为了鼓励民众自发性节电，今年更扩大节电奖励登录活动。登录报名后，只要每期用电较前一年同期节省一度电，即可获得每期至少84元的节电奖励金，并可同时参加节电抽奖，享有奖金与提货券的抽奖机会。我们也鼓励说，要登录节电，不像以前有意识性主动的节电，这才有意义啊！如果是说你没有意识的节电，那意义就没有像有主动性那么好。除了一年一度的全民节电运动，台电每年也仍持续办理各项节电宣导会，并实地访问1000瓦以上的用户，与民众及企业面对面交流节电观念及知识，希望全民共同落实节能减碳。台电公司综合报道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